以寻求基督徒合一为宗旨所举办的2024教派交流系列活动，9月7号进行的第二场座谈会，帮助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来认识天主教会与正教会。本场活动由正教会的李亮神父和天主教主教团宗教交谈与合作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林志鼎神父与现场约30名的参与者进行分享与交流。在木栅科普特正教会的主任司铎任恩典神父也特别致辞来祝福与欢迎参与者。Our Coptic Orthodox Church is the most ancient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Starting from the first century, founded by Saint Mark the Evangelist. Mostly in the whole Middle East, Christian is Christian. We don't have Catholic or Protestant or Orthodox, knowing that we do have differences in our cultures, in our dogmas, in some details, in our rituals, some beliefs, and some spiritualities.But we have much more in common, and we have the name of Christ we all unite under. 交流活动首先从正教会李亮神父的分享开始，从科普特正教会的历史、神学教理到圣祭礼仪的介绍，特别是正教会对圣体圣血的重视，以及与罗马教廷的紧密关系。帮助基督徒们一窥历史悠久的正教会。Say that the Orthodox Church has the feeling that we are the one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In Taiwan, it is don't translate into Jiao. Okay,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Church, there is nothing more than better to introduce than the Eucharist. We have the bread, right, and we cut the bread as you see the center here, right.Jesus Christ,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nd this is called the lamp. This will be in the liturgy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Right time, we say the words of the Psalms, the Queen stands in his right part. So this represents the Holy Mother. If you see, it's a M.A. Maria. We cut small pieces now for the angels, as you see here, the prophets, the apostles, the great fathers of the church. No need to repeat all. This.Represents the local bishop, shows my unity because, for example, in Taiwan, I don't open just Father Jonah's church. I'm not just independent, I am under my bishop. And the bishop, my bishop, has the bread to commemorate the other bishops. So this is one part of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在传统礼仪与传承上有许多共同点。彼此在组织上也有良好的互动与紧密的关系，然而在神学上却存在着些许不同的看法与解释。The Orthodox Church, the fire of the hell is the light of God. 那我们不惧怕地狱，我们就是单单的爱神，不管未来是如何。我们也没办法，就是认可，就是当这个教宗或教皇他所说的，就是像皇帝圣旨的话，不需要同意就被达到共识。Say today why we are not united, although we do so many, you know, and we want, we are so close to be united. 在李亮神父的分享后，由天主教宗教交谈与合作委员会执行秘书林志鼎神父分享了天主教会与正教会的友好关系。也分享如何在宗教交流时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其他宗教。所以呢，各位看到这张照片，若望保禄二世与正教会宗主教巴尔多鲁茂一世，他们在梵蒂冈博多路大殿。OK， 这个是坐在这个教堂的这个祭台前面呢。各位知道说 ，OK， 那你是怎么样坐上来？谁先上去？谁后上去？刚才李亮神父提到一个叫做那个这个什么教宗的首席权，对不对？我们不是像皇帝一样，我们不承认那样子的权利。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教宗首席权，它是一个服务的权利。耶稣说：“你们要做第一的，就要做什么仆人嘛。”所以这个权利是因为这个合一的服务而来的。不是谁要比谁的位置高位置低，拳头大拳头小。所以这个教宗哈，若望保禄二世，
各位知道他也已经是一个圣人了。那个时候呢，除了是在跟我们自己的正教会的宗主教，他还跟我们其他的基督教会不同的教会的这些这个首席的牧者啊、长老啊等等的，他们在梵蒂冈开会的时候，教宗来了，这一位啊，跟大家讲说，教宗是有首席权，但是这是一个服务的，请你们要教我怎么用这个首席权，怎么样子来为各位服务。这也是，这是后来我们这个本笃十六世教宗，他再一次啊，他是在伊斯坦堡到那个地方去，我很荣幸，真的就见过巴尔多禄茂一世，面对面的看到他。This is gift of Bartolomeo, and he used this always, like Orthodox Jesus. This. Oh, take it. It's Orthodox, it's exactly as the Orthodox Church, long. It's gift. always. 对，他常常都是用那个在照相的时候，我们这个本笃十六世，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天主教跟正教会，我们其实真的是很兄弟的。因为正教会是来自于这个 Saint Andrew 圣安德勒，然后呢他是谁的哥哥？那天主教我们一直传承起来，我们说是 Saint Peter 伯多禄或是彼得，所以他是十二宗徒的宗徒之长，在整个圣传里头是这么样说。所以他就继续，他的哥哥安德勒呢，后来我们的整个的正教会是从安德勒这个地方在一直承续的，不只是安德勒，还有十二个宗徒，那这样子下来的。所以安德勒是这个 Andrew 是这个 Peter 的哥哥耶。所以大家其实关系是很亲近的。我们在宗教交谈上面就发现了有三个准则：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基本需求，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是一致的。人类的普遍性，比方说我们会讲孝顺，可是我们孝顺的方式可以不一样啊。第二件事情是说啊，当教会接触到前此未碰到的文化、伟大的文化的时候，怎么办？哇，好棒啊！可是我不能说，因为它很棒，我就否定了我们自己一直在讲的。也不能说我讲的都是对的、唯一的，所以呢，拜拜，你们的旁边凉快去。因为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这个真理的一致性、人类的共同性。我们人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必然要有这样子文化融合。所以回过来，谢谢刚才李神父帮我们讲了天主教 Catholic，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大公的。属于大家的。本次的交流有来自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和辅大神学院的青年们大约30名与会者参加。台湾教会合作协会的理事长李正成牧师特别透过祈祷来感谢与祈求天主继续带领所有的基督徒们勇往直前。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你面前一起透过李亮神父、透过林志鼎神父来认识两个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传统，在这当中我们彼此认识，也一起在这里一起再一次来感受、来经历你的神圣与奥妙，好叫我们继续来向前奔跑，勇往直前。